生的愿望。你愿意嫁给我吗？不要担心钱。第二个是我希望就是所有人的家人都健康平安。第三个，然后第三个愿望，这个愿望其实我从以前到现在许的都是同一个愿望。我一直希望我能够遇到一个能够跟我分享生活里面所有的喜怒哀乐，然后能够接受我一切的人，包含我家人。在988天之前，我遇到他。恭喜！